惊魂夜1v1单挑赛。在开始之前，我再次重述一下游戏规则：挑战者任选监管求生阵容与我开房间1v1 PK， 选监管就要在3分钟内抓到我，则算成功。求生的话需要牵制我80秒以上，但这个是系统判定，并不是说时间流逝，每人只有一次机会，无论你失误还是什么的，都无法再次重来。而且要给其他人一个机会。参与方式：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 ID， 还有选择自己的阵容，等待选中即可参与。那么游戏开始，这局给你们教学一下小丑克星。有很多人都不会玩魔术师，今天我来给你们狠狠教学一下。不好意思，爸放错了，换一个。因为魔术师不能爆点，所以我们直接来找监管。粉丝还打了一刀升级，真是太可恶了，但没事，魔术师克制所有监管。溜小丑这样的就要靠近防区，不要乱跑，基本上这个地方就能一直溜他。你们看我是怎么做的，这个板子千万别下，留着后面有大用，要是被踩了就没办法一直溜了。回到这之后，他从那边来，我们反方向下板，他肯定嫌浪费时间，但不知道这样浪费的更多。不是你不追了，什么意思？想出去升级吗？好好好，也是欺负上我的人机队友了，你不许碰他们，有本事追我啊，让你一个技能，你不会还不追我吧？这种地形聪明的小丑都是不敢开车的，我们直接利用这里绕他，这个时间他直接就是完全没了机会，我们还有技能，最后直接稳稳获胜。那么下一个挑战者是